美国机构基督超自然学校三一神圣经课程启示者 Pastor Pauline Lee 李宝林牧师一救恩之道圣灵启示神人是由上下两个三角形组合成为合而为一有灵的活人，神与人和，人与神和，合而为一，神人合一。救恩之道，三一神与人的关系。2011年12月5日，主的灵亲自显现给主仆李宝林牧师 Pastor Pauline Lee， 我看到神之手在空中启示画图写字，如同先知但以理在空中所看到神的手在墙上启示写字一样。主的灵讲解三一神的奥秘。在异象之中，我是清醒及双眼睁开看见，突然白日，有神的手的指头在神学院的讲台空中在我的前面出现。神的手在空中出现，大奥秘的意象。当时主圣灵打开我的眼睛，我看见那只手在左边讲台的位置空中写字。神迹的事发生了，我看到神的手指在空中写下三一神与人的奥秘启示。神的手在空中用黑色的笔在空中画了一个倒三角形。我好奇地问神说，请问神，这黑色的倒三角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人灵魂体。人，创世纪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灵，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提，列王记上17章22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神的灵向我回答说，这个黑色三角形代表的是人的灵魂体。他说，上面是灵，右边是体，左边是魂。人是在三角形的中间，人 man 就是灵 spirit 魂 soul 体 body 的组合。神，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胜负，马太福音5:45，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圣子，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灵，约翰福音3:34，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主的灵就告诉我说，人的元素结合就是灵魂体。原来黑色三角形代表的是罪人。意象中，主的圣灵启示我，睁开眼睛，神的手指写在空中，用红色的笔在空中画了一条红线。当我问神这是什么意思，神之手就在红线旁边画上红色十字架，并写上圣子耶稣。这红色的线就是代表耶稣的宝血。神说，当世人口称耶稣是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向耶稣认罪悔改时，耶稣宝血有功效，使是会经过人灵的思想的点，又经过人体的行动的线，再经过人魂的意志线，最后再经过人灵的思想的线。现在代表耶稣红色宝血三角形已是全然注入原本黑色罪人三角形的灵 spirit 魂兽体 body。 说孩子，我们要领受耶稣波比圣餐的教导，喝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身体，透过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基督荣耀的 DNA 才能进入我们身体，让我们成圣，与神和好，使我们得以称义。神启示我，又看见神的手指在空中用光亮黄色的笔在天空中画了一条光亮黄色的线。当我问神这是什么意思，神说，我们是不是每天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成为世人生命的粮。神之手就在光亮黄色线旁边又画上一本圣经，并写上圣父。神说，这黄色的线就是代表天父的话，圣经是信徒灵命的粮食。马太福音4:4，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的话。希伯来书4:12，神的话语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任何双刃的剑更锋利，能刺透到魂和灵的分界，以及骨节和骨髓的分界，也能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当神儿女读神的话，就会明白天父的旨意，是会先经过人灵思想的点，再经过人魂的意志的线，又经过人体的行为线，最后再经过人灵的思想线。神对我说，你看，耶稣的宝血红色线跟天父亮黄色的线，如此两个颜色已经遮盖了代表罪人黑色三角形的灵 spirit
魂兽体 body。 哇，原来黑色三角形代表是罪人，现在已经有两个颜色成为蒙恩的罪人了。我说是，阿们。救恩之道，圣灵启示神人，圣灵启示我看见神的手指在天空中画了一条蓝色的线，就是黑色三角形 Spirit 灵上边的线上，画上一个圣灵的格子，并写上圣灵保惠师。圣灵就是神，耶稣升天之后求父神的圣灵赐下另一位保惠师帮助我们，在五旬节神的圣灵降临到神子民身上。左边黑色三角形，罪人灵意志魂的点之后，神的手又再经过右边黑色三角形，罪人体行为灵的点，神的手再一次又经过罪人灵思想灵的线，黑色三角形上边。圣灵是真理的灵，是一位保惠师，是劝慰师，内住在人身体中，并管束蒙恩罪人的心思意念，并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耶稣是通过圣灵与我们一起同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8:20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就天天都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了。救恩之道，神人。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人的灵魂体里头吗？神的话把人分作灵魂和体三部分。帖撒罗尼迦前书5:23，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希伯来书4: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赤裸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一个完全人是包含灵魂体为人整体组合，神的灵是住在人的灵里，己是住在人的魂里，世界是住在人的情欲里。约翰福音15:5，三位一体的真神与人的灵魂体互相扣连。耶稣宝血是信仰的中心。约翰福音1:29，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时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主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我们靠着耶稣的十字架和宝血得救。我们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有永生。以弗所书1:10，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圣经是神的话，人的生命粮食。马太福音4:4，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路加福音4:8，耶稣说，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圣灵保惠师，当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认罪悔改受洗，罪就被赦免，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圣灵保惠师的工作，一，叫人明白真理；二，叫人认罪悔改；三，见证荣耀，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神的恩典。罗马书8:2，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灵的灵知灵觉与住在人
悔改认罪，重生后住在灵里。此时圣灵与神的灵成为一灵，和神同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三一神是结合了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等于真神。我眼睁睁地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他真实的显现。罪人融合神的属性成为义人，是成为圣徒的层次。一神三体联合圣父、圣子、圣灵，彼此都是包括在同一位神。三一神的属性是要有一个成圣者的品格，可塑造成为神人。列王记上八章六节，使地上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神启示让我明白他的道，也用这张图告诉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黑色三角形代表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现在一切罪已被三一神上下与主同在连在一起，成为神人，联合一体了。大鲸鱼吞了先知，三天三夜死里复活，大神迹。有一位希伯来人先知不听神的话，神要他去大城传悔改之道，他却逃跑后上了一条小船，神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船上所有的人非常害怕，就将船上的货物全都抛在海中。船上的人知道先知做错事了，并且得罪神，他们就把先知抬起来抛在海中。这时海中就出现了一条很大的鱼，大鱼张开大口就吞了先知。这时候海狂风大浪就立刻平静了。三天三夜，先知双脚跪在大鱼的肚子中，恳求神，求上天救他的命。上天听了他的恳求的声音，大鱼就把先知吐在旱地上。先知走进大城，并大声叫着说，再过四十日，神要灭了这个城。人民听见后，连同国王都下了宝座，脱下朝服。国王命令所有的人及牲畜都要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披上麻布，坐在灰中认罪悔改，除罪哭泣祷告。果然神听见就不降灾，并赦免他们的一切大恶，瘟疫、地震及灭城的大灾难。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禁食除罪祷告，求神转意后悔，不降灾难。孤女皇后复过大神迹。有一位年轻的王，他叫亚哈水乳王，在苏珊城王宫登基。王统管127省，从印度直到古时。王在位三年，在王宫中大摆全国官宴180天，和明宴青天，展示王的尊贵和美好荣耀之国的丰富。王前后娶了两位美丽绝伦的皇后，在官宴时，第一位皇后瓦什提却因抗命死都不要见王，大臣定了她藐视之罪，成了废后。大臣决定为王立新后，第二位皇后以色列容貌俊美，是王国孤女，
是莫迪改的养女，她进宫蒙王与众人的喜悦，立为新后。皇后才嫁给王不久，王冷落她，早就忘了她，可怜的伊斯帖就成了弃后。莫迪改敬畏神，而奸臣哈曼要养父跪拜他，他不要，哈曼生气，要除灭莫迪改与犹太人全族性命。此时养父要皇后求王不杀之恩，并说他得皇后位分是为了现今得拯救的机会。王后就带着死的心去见王，他请全族三天三夜披麻蒙灰，不吃不喝，进食祷告赎罪，用死的决心去见王。手无寸铁的王国孤女以死抗命要见王，大大感动造天地的神，神迹奇事发生了，王的心被爱感动了，王立刻伸出金杖，王又三次承诺要给他国的一半，如此他不费一兵一卒翻身拿回王的爱和权柄，成为王的宠后。此时皇后设家宴，请王和哈曼坦白自己是王国之女，哈曼听见惊吓后冒犯皇后，王大怒杀了哈曼并挂在木架上。莫迪改用王的戒指宣达谕旨，颁布命令，犹太人可以向仇敌哈曼杀戮报仇。苏珊城人民都欢呼快乐，莫迪改犹太人赢了哈曼全族，王将哈曼全族的一切家产赐给以斯帖，神又将莫迪改升高，得了王权戒指做宰相。他扩大汉地和海岛的人民都向亚哈水鲁王进贡。以斯帖皇后下旨给犹太人设立每年十二月亚达月守普尔日，为庆祝犹太人从灭族中脱离仇敌，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纪念神救恩的日子。拯救复国大神迹，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及禁食祷告。但以理第九章。但以理在经上得知耶和华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宣示论耶路撒冷必定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们祖先做错了，和我们都被逆神的教导，不遵守你的诫命，远离你的道路，背离了你的公义，我们所受的刑罚和羞辱是因为得罪了神。于是我们转向神，披麻蒙灰认罪悔改，进食祷告。主啊，我们所受的苦还没结束吗？求你施行怜悯，照顾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国家仍然在被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圣地也依然荒芜。然而神是大而可畏，有丰富慈爱和恩典的神，神乐意饶恕拯救悔改的人民。天使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天使按手在但以理身上说，你出恳求的时候，你的眼泪已触动了上帝的心，神就发出命令并派遣我告诉你，你是大蒙眷爱的，你祷告渴望见到在以色列恢复神的荣耀，和在他面前有自卑悔改的心，主听见了。耶和华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必坚守他的应许。虽然圣城已荒凉七十年，但这不是绝望的结局。以色列的困境并非是无缘无故的，神的审判临到我们身上，是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罪。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使我们回头离开这一切的灾祸罪孽。但以理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该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天使回答说，为民族遗忘主的犯罪
向耶和华神来披麻蒙灰进食祷告认罪悔改并流泪哭泣回心转意归向神离开罪恶的道路寻求上帝的面敬拜主与他同行遵守他的诫命和奉献神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的神也是全宇宙的主宰哇果然神听见并应许但以理的祷告不久之后神重建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成就先知耶利米预言的事实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末日审判大神迹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约珥书补还约珥书悔改得着补还警告和催促悔改先知约珥出生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约珥名之意为耶和华是神耶和华神的话临到先知通过蝗虫旱灾等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来警告以色列人将面临末日审判和惩罚约珥呼吁以色列人赶快在面临神的审判之前悔改和归向神人们才能逃离审判以色列人明当披麻蒙灰哭泣像处女要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祭司要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警告人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以悔改和悲伤并禁食祈祷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神的殿中向耶和华哀求寻求上帝的恩慈和宽恕耶和华的日子和末日审判约珥预言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时天荒凉地悲哀因五谷毁坏新酒干血油也缺乏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松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活不下去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时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大影响末日审判的时刻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神的恩典和复兴约珥预言了神的恩典和应许就是蝗虫男子马扎剪子那些年所吃的耶和华神要补还给你们神将赐下圣灵大浇灌的日子耶路撒冷将成为圣洁的城市神必祝福以色列并恢复繁荣和丰收约珥并提醒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披麻蒙灰悔改流泪哭泣禁食祷告凡呼求耶和华名的人必然得救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复国重建圣殿大神迹耶利米书四章八节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哭泣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并未转离我们耶利米先知
蒙选召和预言。耶利米先知经历和苦难，被称为哭泣的先知，他为以色列百姓的罪孽哭泣，愿意为他们付出代价，面对人民的敌对和反对，经历了被囚禁和迫害的境遇，及对民族的苦难和信心的挣扎。耶利米在母腹中就被神认识，并呼召成为列国先知的代言人，并将上帝的信息传达给以色列民族。他被委派去警告以色列人民，揭示他们的罪恶，并呼吁他们要回转归向上帝。神给耶利米两个意象，一个是信树枝，表示神要保守他的话语的实现；另一个是倾倒热水的锅，预示灾祸将从北方临到以色列。耶利米向以色列传递神的警告，因为百姓离弃神，拜偶像，犯了许多罪，神将带来毁灭和流亡的惩罚。神告诉耶利米先知要传达他的话语给百姓：我民哪，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神呼吁以色列人民一定要认罪悔改，定下严肃悔的日子，以谦卑和禁食祷告的心面对罪恶，寻求神的恩典和拯救。神宣读对以色列的判决，耶利米以一条麻布袋子束腰，要披麻蒙灰，如丧独生子，痛痛的哭泣，认罪悔改，哭泣悲伤，以谦卑和悔改的心面对自己的罪恶。罪人，你要认罪悔改，悲伤站立在真理和公义的一边，寻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依靠神的拯救。神要拯救认罪悔改的人，因为灭命的大灾难要忽然临到你们。神预言巴比伦国会统治70年，然后亡国，并让犹大百姓回到以色列地重建圣殿。神在亡国前指示耶利米埋下一块地，预示未来百姓重归耶路撒冷，将再次购置房屋、田地和葡萄园。神不仅要拆毁，也要建立，他的惩罚与拯救同在，并应许他的同在保护和拯救耶利米，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能够抵抗攻击。那鸿书，那鸿先知宣告尼尼微城得住救恩后不悔改的人离弃神之罪，终至灭国。那鸿书，离弃神之罪，终至灭国。那鸿是犹大的先知，他的名字意思是安慰。他奉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命令，警告亚述人将要遭受灭亡，和尼尼微城将受到审判与惩罚。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的神，对仇敌怀怒并施行报应。他斥责海，使海和江河干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但他大有能力，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称旋风和风暴而来，云彩为他的脚下尘土。尼尼微人在约拿先知布道时曾悔改，但150年后
他们再度堕落，罪恶更甚，他们充满了偶像、崇拜、邪术、淫乱、暴行等罪恶。神再次差遣先知纳洪去呼吁他们悔改，但他们未听从警告，最终尼尼微被毁灭，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尼尼微的灭亡成为警示，纳洪的呼吁希望人们顺从耶和华神的道路，避免走向灭亡的命运。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尼尼微城得着救恩后并没有听从先知的警告，又不披麻蒙灰悔改的人终至灭国。神已经宣告要将洪水淹没尼尼微城，人民四散无法聚集，遭受裸体和丑恶，伤口无法痊愈，困苦而被束缚，火和刀剑即刻摧毁尼尼微城，城中的婴儿被摔死，尊贵的人被锁链锁困，民如同柔弱之妇女一般，国家的关口向敌人敞开，城中的宝藏被摧毁，城门被火焚烧，无论城中的人口多么众多，都将被消灭，因为他们罪恶满盈。所有听到这城被毁消息的人都拍手称好。最终尼尼微未听从警告，被巴比伦毁灭并征服并灭亡，成为巴比伦的统治领土。纳洪先知呼吁人们顺从耶和华神的道路，避免重蹈如尼尼微人走向离弃神灭亡之罪的命运。众先知及祭司警告规劝神的子民，耶路撒冷被毁灭和重建，犹太人信仰归正的信息，耶和华神的末日审判日子已快速到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警告和启示人民必须通过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回转归向神，才能得救。神的审判日子已到来，众先知宣达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回转归向神。耶利米先知预言，耶利米是被掳到巴比伦最后一位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毁坏、圣殿被焚烧的时期，启示鼓励人民回转向神，披麻蒙灰的方式对祖先的罪过悔改。但以理先知预言，但以理先知在巴比伦被掳期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天上的神祈祷，恳求神得知神会重建耶路撒冷，被掳者将会返回并重建耶路撒冷。以斯拉先知预言，以斯拉带着律法书回到耶路撒冷，与尼希米一同和人民悔改，披麻蒙灰进食祷告，回转向神，呼吁人民忏悔自己的罪过，清除罪，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以色列人被掳的罪，他便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惶不安地困苦坐在耶和华殿里。尼希米先知预言，尼希米与以色列人一同聚集，一进食披麻蒙灰，头上蒙上灰尘，向神痛哭哀嚎，谦卑和悔改，表达他们忏悔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和神的圣殿工作的决心。所罗巴伯祭司，所罗巴伯他在艰难的环境中带领人民认罪悔改，对祖先所犯的罪行表示忏悔，他坚定地以披麻蒙灰祭司的方式向神祈求，推动重新建造神的殿。约拿先知预言，约拿不再逃避神，耶和华又再次重申嘱咐，要求约拿前往尼尼微的大街上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披上麻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令人和牲畜、牛和羊都不可吃什么，也不可喝水。他们披上麻衣，人和牲畜都宣告禁食。他们一心求告神，转离他们的恶行和强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行，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约珥先知预言，约珥预言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神报仇的日子，是以色列人受罚的日子。神不仅差遣蝗虫到来，也使天使改变成黑暗、幽冥、密云，幕后的情景更为可怕。祭司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当哀嚎，伺候我神的当来披上麻布过夜在祭坛前。国中的数祭和奠祭断绝了，你们当宣告禁食，招聚众人、老民、孩子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圣子耶稣先知预言，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当审判的日子来到时，责备他们说，王城之命运，格拉逊那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Rev. Dr. Pauline Lee 李宝林牧师，披麻蒙灰教会基督超自然学校，版权所有，翻版必究，2023年9月4日。 Pauline 牧师 Line ID李宝林，李宝林牧师微信Pauline 88888，披麻蒙灰教会 Repent Sackcloth Church 网址 repentsackcloth.org。启示性作品是由基督超自然学校 Rev. The Pauline Lee 博士李宝林牧师讲述披麻蒙灰悔改课程，学生 Esther 意向之成果。披麻蒙灰教会版权所有，请勿复制，翻版必究。2023年8月4日。